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62页，662页，第四行，课题：唐氏楼观。唐氏楼观第16，念老有个简单介绍。本品有二，这个二就是内容啊。本品内容啊，有两桩事。第一呢，佛皆菩萨住处啊，这是看到啊西方极乐世界人的生活啊居处。二呢，菩萨随意休息，这是他们在那边学习用功啊，从因得果，自由行道，皆大欢喜啊。说明那个地方啊，修行学习的状况啊，在那边学习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在学校念书有很多压力，西方极乐世界学习没有压力啊。法门无量无边，你喜欢修哪个法门，佛就教你哪个法门啊。佛教你有大菩萨担任助教啊，这些大菩萨就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。上善指的是等觉菩萨、后不服啊，这些人担任辅导，所以你不会有困难啊。在那边得佛力的加持啊，这些大佛菩萨们的加持，所以进度非常快速啊。我们现在看第一啊，教主居处。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，楼观蓝尘，一界七宝自然化成。佛有白珠摩尼，以为角落明妙无比。讲堂是说法的地方，教学的地方，这讲堂。说法讲经的堂舍啊，经舍是寺院之一名啊，寺院都叫也叫做经舍啊。兴以华严经音译说经舍者，非以舍之精妙啊名为经舍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尤其精炼行者之所居为之精舍啊。精炼，炼是锻炼了啊，这些修行人啊，精专精，我们常讲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这是精炼。是这些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之为精舍啊。那换句话说，学的很多，学的很杂，那就不叫精啊，那不是精炼。
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有差别。楼观楼两层以上的啊称为楼啊，观也是楼啊，台榭也。栏城就是栏杆啊，我们称山栏，纵的叫栏，横的呢叫唇，叫栏唇啊。极乐殿阁皆从弥陀静心流现，前面说的详细，阿弥陀佛的真心、清净心、智慧、愿行功德之所成就啊，众宝所成，非从木石。我们这个地方建筑木结构的多啊，有石结构的啊，不加金斧，这就表示人工，它不需要人工去建造，随机引线，这四个字好。机是众生根基啊，众生的心清净，众生的愿宏大啊，众生的行，前面讲的精念，他居住的地方就格外殊胜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状况特殊，它是得到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，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平等世界啊。至于你居住的地方是随你的意愿，你住的房子想大它自然会变大，想小它自然变小，换句话说都能满每个人的意，想在地面它就在地面，想在空中它就浮到空中去了啊。到十方世界去礼佛闻法，宫殿随身，那宫殿就像你的飞行工具一样，它跟着你的身啊，你坐在这个里面不动就去了，就到了啊。所以也是自己的交通工具，随机引线好啊，平等又随机啊，这个才叫做圆满啊。啊，故曰也是切包自然化成啊，白珠就是珍珠啊，白色的珍珠啊，棒中所生，白戒者贵啊，这白珍珠啊是最名贵的啊，白珠珠中之上品。摩尼前面有受苦，叫如意宝啊，是如意宝啊，交络互相网络，如汉仪曰：“复以白珠，明月珠、摩尼珠为交络，覆盖其上。”啊，那么这些珠被穿起来，像网一样，作为装饰品。啊，在这个楼阁之上啊，有这一些装饰品啊，说如是
妙珠摩尼所成的网络，像罗网一样，覆于七宝楼观蓝唇之上，啊，楼顶上用这个做装饰，栏杆上面也有这个装饰，极为明妙啊！啊，这些宝珠都有光明，啊，都能够变化无量的色彩，啊，又往生论语。往生论赞叹的关于佛菩萨居住的地方，宫殿住楼阁，观十方无碍呀，杂树异色光，宝蓝遍围绕。这个赞叹里面有这里没有说到的，观十方无碍。前面我们看到极乐世界的宝树啊，宝树里面有罗网，有光明，光明当中啊，能够看到十方诸佛刹土，宫殿这里也不例外，宫殿楼阁里头也能看到十方诸佛世界啊，就好比我们现在的电视一样，到处都有。啊，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在这些地方看到。啊，与自己有缘的就会受感动，有缘的就能收到他的信息，就有能力应化身去帮助他。啊，我们与极乐世界有缘分，没有缘分听不到佛名，遇不到经典啊，遇到经典能够生欢喜心，能够发心学习，那缘分就很深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有缘分，那我们的信息，极乐世界这些天人大众啊，佛菩萨们他们通通都收到，不管我们有意无意，有心无心啊，这个波动的现象，念头才动，周边法界啊，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现在晓得都是1600兆这个频率在波动啊，所以不但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佛知道，极乐世界人都知道，我们的身体状况他们也知道啊，他对我们加不加持，加持，肯定加持，这个加持是自然的，他也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自自然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一体呀！啊，这就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我们不承认是一体，他们承认，每一个人承认。我说他看到事实真相啊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，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！我们只是听说人家真的了，一点不假了啊！所以一切都是自然的
啊，那我们今天这么多佛菩萨加持我们，我们没有感觉，这什么原因呢？疑心，我们烦恼里头根本烦恼有贪嗔痴慢疑我见六个根本烦恼啊，我们有一痴有怀疑，因为这两个烦恼障碍了，所以没有感觉啊。如果我们不愚痴，不愚痴就是有智慧，不怀疑就是有信心啊，肯定有感应啊。这一桩事情呢，我们的确要常常提起多多的讯息啊，到我们心定了，不怀疑了，真相信了，真相信就是智慧，真实智慧啊，我们就能得到受用啊，现前得受用啊。啊，杂说意光色，奇异的光，光明啊，色彩，包揽遍围绕。啊，超过人间天上，君表极乐之宫殿楼观，皆如明镜，照纳十方。这比喻啊，宫殿楼观就所有这些居住环境的建筑啊，都像明镜一样，为什么？全是珍宝啊，无量珍宝成就，珍宝的放光啊，光中显现十方世界。故谈四月啊，坛鸾法师说：“宫殿楼阁，尽纳十方，宝树宝兰呢，互为应时。可见极乐之明妙啊，无能比之。啊，故云明妙无比。啊，十方世界，诸佛刹土，都比不上极乐世界。”啊，这个原因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初学的时候，当比丘啊，啊发的大愿，用无界的时间参访、学习、考察、观摩一切诸佛刹土之成就，这个意思要常常说，常常提到啊。啊，光学多闻呐、啊，不是自己在家里闭门造车。我们读到这些经文，自然也就想到四大天王。你看，四大天王给我们表法啊，前面两位。是教导我们确立人生的方向跟目标啊，东方持国天王
啊，持果里头所含的意思，包括格物致知、诚意真心、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包含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。啊，怎样才真正能做得好呢？只是掌握着一个核心，中庸之道。啊，对人处事，不偏不斜。啊，我们用心，心用的正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恶。啊，不过也不能不急，就是恰到好处，这是大智慧，这是真学问呢、啊，这中庸之道啊！啊，这部四书，古时候中国人必读。四书四种，前面两种《礼记》里头的两篇，啊，《大学》这一篇，《中庸》一篇。《中庸》是哲学、哲理、理论，《大学》是方法。你看，有理论，有方法。啊，那么大乘佛法里面讲中道，中道就是中庸。啊，持国天王手上拿的琵琶是表法的，怎样才是中呢？琵琶是弦乐器，演奏的时候要调，啊，太紧了，它就断掉了；太松了，就弹不响了，一定要调到适中，音色才美呀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处事待人接物要心中道。啊，太过了就太紧了，它就断掉了；太松了就不响了，一定要调到中庸。音色就美呀。大乘佛法讲中道啊，两边不住，这是中道的意思。但是中道有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呢，它就又变成边了。啊，中道跟两边不又对立了吗？永远没有对立，啊，所以中道这个念头也没有，是真中道。执着有个中道，是假中道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那就叫中道。啊，不可以执着。为什么不能执着？自信里头没有东西啊，真的，科学家所说的零点能量点，跟佛法讲的自信、讲的中道很接近，零点啊，但是。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个在佛法上讲不通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有。这是佛法里头讲的真正的中道。啊，什么都没有是体，什么都有是相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向上讲的体相作用。
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这三个根本离不开的。啊，一体，你看体相作用。啊，知道体是空寂的，里头什么没有？相呢是幻象，什么都有，它不是真的。体是真的，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这样的体，相千差万别。啊，整个宇宙叫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都是相啊。啊，相里面就有用了。啊，这个作用有顺。信德的，顺信德的美好，不顺信德的就丑陋。啊，顺信德顺到极处的是十宝庄严土，违背信德也达到极处的就是无间地狱。啊，无间地狱跟十宝庄严土都不是定法，随着念头变，一念善，一念佛，佛境界现前；一念嗔恚，地狱现前；一念贪婪，恶鬼现前。所以这些相叫幻相啊，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化，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念的念头，好像不像经上讲的那么灵感。啊，我一个念头善，善境界变现出来了，我也没觉察到，有没有变现？真有。为什么没觉察到？你的心太杂了，太乱了，心浮气躁啊！而且你的念不纯不一啊，虽然这个善念当中还有许多不善夹杂在里头啊，所以不纯不净是这么个原因。如果是很纯很净，符合佛在经上讲的至心一处，那个感应就明显了。我们现在不是把心放在处，放在很多处啊，你有多少念头就有多少处，这个处所可以达到无量无边啊。怎么样把它回归到一处，那个作用可就大了。啊，是这个我们一定呢要明了啊，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菩萨居处，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。至于菩萨所居之宫殿，亦复如是明妙，身显真实平等，如如一位。啊，这个真实平等，如如一位这一句，是极乐世界的特色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成就。啊，法藏比丘
早年在十方世界考察，看到诸佛刹土里头有不平等，这个不平等是烦恼业障的根源。他说这个不是好现象，如果平等了，大家心就平了。妄念就没有了。没有不平的念头，没有好胜的念头，没有竞争的念头。这许许多多的念头引起很多的罪业罪行，都是从不平来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贫富，极乐世界没有贵贱，极乐世界人相貌都一样，这都是佛见到的。相貌好的人傲慢，相貌丑陋的人有自卑感，这是佛在考察的时候看到这个现象不好，他不要。他的世界成就了，人的相貌一样，他自己成佛，自己是个标准，所有相貌跟自己一样。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的人相貌也一样，真真不可思议。这是居住，介绍到此地。下面是学习，学习的环境，修学圣境，行道自在。这也分两段，一个在平地，一个在虚空。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，思道及坐禅者。当然修行方式多，不胜枚举。稍稍举几个例子，让我们从这个里面去体会。注解里头前面一段是讲境界，物质环境，这一段以下呢，这是表净中人极乐世界里的注重，助往生者各依其品位，随其意要自在休息。这都是总说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就是一个世界。像我们这六道众生，我们从人道去的，那么诸位知道，我们在佛寺超度里头有很多鬼道去的，有畜生道去的，也有地狱道去的，还有天神道去的，乃至于还有妖魔鬼怪，也有缺点，频率非常不起，差别很大了。那么到极乐世界之后，
向六道里头去的人，跟凡圣同居图相应啊，这个里头三杯九品是摄举起大数，我们一定要晓得每一品里头都有三杯九品啊，所以品类太多太多了，不起啊。啊，依他自己的品位，随其意要，随他自己意思，要是爱好，啊，随他的爱好，随他的欢喜，那么这些肯定都是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习气。与我们修学就产生连接上了啊，但是极乐世界的学习自在，佛的讲经没有中断过的啊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各个随意，你看讲、诵、听、受、坐禅、行道，下面为我们详细的解释啊，精行就云行道。啊，就是玄奘大师以前翻为行道，玄奘大师以后呢，都翻成精行。啊，精行上是走着，走着或是念佛，或是诵经，背诵经典。这个叫精行，乃于一定之地区旋转和直往直来，看空间有多大啊！在中国，像这些丛林寺院大殿很大，那它就是这所啊，如果场所小一点呢，他就绕圈，啊，绕着走都可以，用来防睡也。啊，坐久了，人疲倦打瞌睡，让你走动。啊，同时呢，可以养生疗病。啊，散步是个运动啊。对老年人特别有好处。啊，中国古时候五十岁就是老人了，半辈了。啊，那么现在有许多国家定的就是五十五岁退休啊。啊，而且不再工作了。啊，那么对老年人是非常好的养生疗病的方法。啊，你看用精行用念佛得三宝加持。啊，这个方法确实是好。啊，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童子参访吉祥云比丘。他就在这个道场行道啊，啊，就是进行
啊，他完全修的是念佛法门。佛教称他做波州三昧，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佛列三昧，啊，站住，这个是要一点功夫，因为这个修行方法一期是九十天。啊，九十天当中呢，不能睡觉，不能坐着，只可以站着，只可以走动，九十天。啊，要年轻，要有体力，啊，才能修这个法门。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跟佛起不一样。佛起精进佛起不睡觉的七天七夜，这个比那个高，九十天不能睡觉啊，精进心道。玄奘赞第二卷书，与众往来，消失诵经，消失今天讲帮助消化啊，所以寺院里头这个中午过斋之后就是静心啊，大概要静心半个多小时，那这帮助消化啊，诵经念佛不能够懈怠。这是个好事情。如今今不少之来去，故应进行。这个不少现在呀、啊，应该是有。这是织布的时候，那个织布机里头送横线的啊，用木或者是竹片做的啊，织的是金嘛，这个是纬啊，比喻啊，就像这个布上的来去一样，这金线啊，走过来再走回去，这样走法啊。比喻精行。又法华经续品云，未尝睡眠，精行灵动啊，可见的古时候用这种功夫的很多啊，就是休息他也是在树下打坐啊，这个少时休息，功夫好的虽然打坐，他并不昏沉啊，他还是清清楚楚啊，修观诵经念佛啊，或者是坐禅。又思道，思维于道，思量于所对之境，而了别之，这叫思维。啊，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在很近的状况之下想这个境界啊，譬如今天我们了解了所有的物质现象
金刚经上说的都是一和相，这个一就是物质的基本啊，基本的物质它组合的。那佛经的名词叫极微之微，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。那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，这个东西再分就没有了。那么极微之微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。一粒微中子多大呢？是电子啊，电子是原子里面的，把原子分析开，原子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这组成一个原子。原子最小的是电子，绕着原子核旋转，像太阳系一样啊。这个电子100亿分之1，就是微中子。换一句话说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是一个电子，100亿，这么小的东西。啊，佛在经上说，极微之微也，八地以上的菩萨能看见，阿罗汉能看到的是微尘，那很大了。啊，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子，阿罗汉能看到，啊，但是微中子阿罗汉看不到，八地菩萨看到，这才真正是物质的基础。啊，所有物质都它组成，这个定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科学家把这个拿去分。啊，再一分真的没有了，物质不在了。那什么东西分出来是什么呢？分出来原来是念头的波动现象。啊，这让科学家非常惊讶了，这个发现了不起。那是这个发现要是被科学家都承认了，过去这个400多年的科学基础啊全部推翻了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一门学问称作前卫科学，好像打仗一样，这是哨兵在侦探，前卫不是主力啊，刚刚发现。现在科学家许许多多在收集证据，用证据来支持这个学术啊。他们的证据首先就是收集疗病，在这里说啊，许多觉得有不用医药自己好了的，这什么原因啊？医生认为就是奇迹，没法子解释。现在懂得念头，不是没法子解释啊，所以现在也有好几千个证据证明，多半呢这些病患都是
宗教的信徒。医生宣布他的病不能治了，等于宣布死刑。啊，他走到绝路了。这个时候，每一天祈祷，是非常认真祈祷，求上帝，求神，带他到天国去。啊，这就用尽神了，志心一处了，把这个念头都集中在祈祷上，啊，集中在上帝，集中在神，一心求生佛国。啊，对于身体呢，对于疾病呢，完全放下了，根本不想他了。哎，这个病呢，他就好了。啊，这个例子很多，是祈祷这个力量不可思议。如果这个祈祷当中还常想着自己身体，这就不灵了。那不能想他，你想他就等于是养这个病毒。啊，你养他，你不想他的时候，这病毒就消灭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病毒真的是贪嗔痴把它养成的。我们还有这些念头，这些念头在一养病毒。啊，对于一切法，对于身体都不贪，受什么样的冤枉也不恨。那为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想这个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哎，我们天天想这些，想这个好啊，这什么？这诸法实相啊。啊，慢慢的能进入这个境界，啊，这想多了，他就得定，智慧开了，全部放下，全部放下，那我们这个身体在世间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，这个身体会通灵呢，它没障碍了。啊，跟一切灵自然就通了。我们有杂念，有妄想，就障碍。障碍最严重的执着，啊，与一切法不执着，不分别了。啊，所以确确实实，很多人呢，他在这个状况好了。为什么？他那是病，他不是药，不是寿命没有了，寿命没有了，那就没法子了，他还有寿命，那他就一定会好。那寿命到了了，那就没法子了，那没有命了。啊，只要还有命的话，他的病一定会恢复正常，啊，恢复健康。这个理我们要真通啊，要真相信啊。啊，那我们念佛的人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要想身体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啊，我们来试验两三个月看看。啊，身体健康怎么样？但是试验期间绝不要想身体。啊，什么地方痛痒都不管它，念佛。哎，学这个夏威夷的，修兰博士用的这四句话，哪个地方疼痛的，我们就想这个地方，我爱你，啊，对不起，哎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哎，这样痛痒就没有了，啊，很灵啊。啊，我有一次
早晨这腿抽筋啊，很难过，我就用手去摸他，哎，我就用这四句话，想着他，哎呀，我爱你，啊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念了大概三遍，哎，就没事了。啊，所以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器官。有一点点不对劲，这四句话很灵啊，要用清净心去念啊，要用真的爱心啊，爱心太微妙了，爱心是自信的核心，能量特别大啊，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。所以这个思道就思维所对的境界经常很多，我们有些东西难分难舍，就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把这个话念几遍，就能放下了。啊，一切法了，包括佛法在内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阿弥陀佛、极乐世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一体啊。唯心净土，自心弥陀，一体哪有不能往生道理啊？极乐世界是我心变现的，阿弥陀佛是我自信流露出来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弥陀极乐不在心外，在心内啊，一切法心心识别我们要真的不要忘的，忘的舍尽了，真的自然现前啊，我丢掉忘，我去找真，真找不到，不找它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平常思维应该思维这些道，啊，如果思维善，啊，断恶修善，果报在人天，啊，思维这些妙法就能出力流道，出力是法界啊，大幅度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提升品位又观无量寿经，为提携妇人情愿这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，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，唯愿世尊教我思维，教我真受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以佛的神力把极乐世界变现给维西提夫人看啊，还有跟着他500侍女，是宫女啊，这么多人通通看见极乐世界
啊，通通见到看见阿弥陀佛。啊，维西切夫人就要求看极乐世界好。啊，请求阿弥陀佛教给他怎么样往生，怎样能到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教我思维，教我正受。啊，思维真心切愿，真相信，没有一点怀疑，真相去，什么时候想去，念念都想去。这个念头重要，念念想去。我们发这个念愿，阿弥陀佛万年知道啊，所以我们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，这是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。这个老人也不是凡人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跟他见面，他一定看出来啊，命很薄啊，没有福报啊，短命啊。啊，就像李老师他们都有能力看出来。啊，对这样的学生，李老师的方法，鼓励他出来学讲经，因为学讲经转命运最快最明显，那这功德大啊。我把身体献给佛法了，佛法无量寿啊，奉献出去了，那不是我的了啊。这是李老师教我们的，张家大师教我的时候也是身体奉献给佛法帮助正法救助啊。那你的一切，你的一生，佛菩萨照顾，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啊。我自己也操心，灾难就出现，自己不要操心，佛菩萨操心，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去都有佛菩萨啊。你什么时候就要去，我随时准备去，没有留念，留在此地，留此地不要发，我替佛教做一件事情。好啊，你心多自在啊，多快乐啊。啊，钱财供养有很好，做好事，没有更好，我不要做事，你多快乐啊！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嘛，放在心上就是佛法。那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了，现在佛法可以说就剩这一部经典了，别的经典虽然多，没法子学，学了做不到。啊，只有这部经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发心求生净土，个个人都有指望啊。别的就不要搞了啊，经典印出来留给后世，留给后人啊。我们也对佛法之外做了一点工作，就是传统文化，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
这个话唐恩比说的。啊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这全世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这不是我们说的，英国人讲的。啊，这个人是惑啊，就思维、真心、切愿。我天天念佛，天天求佛回向，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希望呢，阿弥陀佛做主。啊，什么时候召我回去，我很听话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点留恋，走的时候自在啊。有一点留恋就有牵挂，就有麻烦。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啊，叫我正受。这个正受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正受。啊，思维正受这四个字我们要有。善导大师注曰，啊，善导大师的四帖书，我们过去讲观无量寿经就是用善导大师的注解。啊，言教我思维者，即是定前方便，思想意念必复一真二宝四种庄严也，这就是佛慧也。福生活所必须，衣食住行啊，会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啊，衣包珍宝四种庄严。坐禅，坐而修禅。禅者，梵语，居云禅哦。这是印度话，音译过来的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，也叫思维修。也叫做止观。张家大师教我的时候，他说看破放下，啊，静就是放下，虑就是看破，看破就是止。啊，这个看破是观的，放下是止，这就是止观。这张家大师对我们初学的人用的方便话好懂，他要讲这些名词就麻烦了，解释半天越解释越迷糊啊，这个就是老人高明之处啊，对于初学言语非常简单，让你听得很满意。啊，说静虑啊，
是禅脑之体，叫修禅。修禅的体是寂静。寂静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实在是妄想不容易。开始修的时候放下分别执着。法相为师宗，他们修行的方法转识成智，也是在这里下手。经论上说转识成智是六起因上转，五拔果上转。前面五十跟阿赖耶识那是转不了的，你要在这上用功夫那完全错了。一定是把第六意识管住，第七摩那管住，摩那是执着，意识是分别。怎么修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，练什么呢？练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叫真修啊。开头啊，忍呢、忍如波罗蜜，所以忍如是禅定的先方便，就禅定的基础啊，先忍，然后呢自然他就得定了。真的他不起来了。定久了的时候智慧就开了。这个智慧还不是真的智慧。为什么呢？你还起心动念。起心修起心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高级禅定。那不是普通的。那修成了呢，超越十法界了。那就往生，一般都是往生华藏世界。毗卢遮那佛的十八转印度。如果是念佛的呢，那决定是阿弥陀佛的十八转印度。所以我们开始修，按部就班。我们不是上上根人，上上根人是一下修的，也就是妄想分别之后他一下断了。我们没那个本事，一层一层的先破执着，再断分别。我们用这个方法先学不执着，也就是对一切法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先学这个。这个才真正叫起步。用什么功那是假的，真正用功是很现实的，就在生活上。我吃东西，我穿衣服，我用的工家具，我住的房舍，不执着。多好，什么都好。我们自己搞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、舒舒服服的，好了，行了，心安理不就得了吗？那个理什么？智慧开了。所以古人居住的环境，那什么，自己搭个茅棚啊，不用别人动手啊，在深山里头砍几根些少树，把它架起来，缠一点茅草一盖，就是茅棚啊。我们小时候常干这个事情啊。山上搭个小棚子，多半是种植一些东西，我们看守。
啊，但是山上啊有野兽啊，所以在搭个小棚的时候也是防止野兽。啊，农民都会呀。啊，考究一点，搬几块石头，围一个小圈。啊，都是自己搞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禅道的体寂静，心定不下来，静不下来，那就没法子修禅了。啊，而业具神律之用，故云呢，静律。啊，神律是什么？明白了。对于眼前一切事物不糊涂啊，啊，不是善恶不分不变，邪正不变，那是糊涂啊，那个不行啊，啊，真妄、邪正、善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叫律啊，这有定有律。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禅定是智慧。啊，那静就是定，律呢就是慧。啊，所以禅定实际上是定慧等修。啊，平等的修修。定慧均等之妙体就叫禅道，所以禅道是合的，不一定是打坐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一切时一切处心是定的，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事上呢随缘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是恒顺众生，在恒顺众生里头修随喜功德，随喜随缘呢，没有大妨碍不必说，如果对大众有大妨碍，这个是要点醒的。啊，小的过失无所谓。啊，重大过失一定要劝导他，以善巧方便。要做出榜样出来给人看呐。啊，威仪有责，行家。从内行的人看得出来，这么人有定功，啊，言行举止中看到他的功夫，啊，他有定功。如《俱舍论》第二十八卷曰：“以何义故立净律名？”这就是为什么称。它叫做净律，说由此净律能审律也，极净啊能审律也，极净就是至心一处，你把心集中在一处，这个心的作用自然能够辨别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，自然能辨别。啊，这就是律的意思啊！
所以先要静，寂静，寂静是把心定在一处。那我们呢，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就真正明了了。那个乡下阿公阿婆，他们一天到晚拿着一串念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是什么？甚深的禅定。他什么都知道。你们做善，他知道；你们做恶，他知道。他只是一句话不说，他平等对待你。啊，你过人有过人果报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与他不相干。啊，他会不会劝你？不会劝你。为什么？他有智慧，他知道劝你没用，你不会听他的。啊，他不会讲废话，高就高在此地啊。啊，内行的人的时候，真有修行人看到他们了，直接了，啊，在他们心里赞叹了。啊，回他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就是赞叹。啊，彼此相相应，心心相印。啊，所以一个道场有这么样这样的人，有一两个道场有福。啊，上一次我讲的时候，有个同修出家人告诉我，他们道场好像有三四个，我说那真了不起啊！你们对这些人要恭敬啊！让我们想起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头说，念佛是甚深深妙禅，大集经上有这么一句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他心定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就是静。他心里明白，样样清楚，是神律即是，是了之矣。这个意思，他真的明白。他真的明了，真的知道啊，如是心在定，能如是了之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心里头一天到晚就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这种能力自然就发现啊，这是真智慧，不是大妄想啊！观照一看，一听，一接触，他就明了。又思维修者，禅定也叫做思维修。啊，思维修怎么讲法呢？执因而言，从因上讲的，一心思维。研修，这是因。从此得定，故名思维修。啊，上面所讲的禅，都是六度当中第五度的禅定。啊，从禅定能生第六般若智慧。啊，所以这个思维是一心思维，一心思维只能思维一桩事情，不能思维很多事情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一心思维就是阿弥陀佛，思维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
可以不摄一切观想啊，要不要想佛像什么都不需要，就是一句名号。啊，久久啊，自然能实现。啊，什么通通归阿弥陀佛，把我们一切妄想归阿弥陀佛，杂念归阿弥陀佛，全都归到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妙极了。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法门无量无边，这个地方讲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也就是佛法离不开戒、定、慧三学啊，禅是定是慧啊，戒当然在其中。过去这方法实用，现在这个方法还实用，将来还是实用。纵然传亿万年也不能改变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之所成佛，就是以这个方法修的。我们想不要改一个法门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现在人民麻烦，他不能持戒，所以他不能得定啊。啊，叫你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这是戒律。谁表演给我们看呢？锅炉匠表演给我们看了。地贤法师传给他的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你就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啊，将来准有好处。锅炉匠没有记住这一句话，准有好处他不想，我就念就行，你叫我念我就念啊，反正这六个字很好念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一点压力都没有，真自在啊，万缘放下了，他什么都没有啊，他的比要饭的时候好一点点呢、啊、差不多啊。啊，什么牵挂都没有，什么妄念都没有，苦了一辈子。啊，现在有这么大的福报。啊，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还有个老太婆照顾他，替他烧两顿饭，大福报现前，他抓住了，三年成功了。这个人真正对得起自己啊，对得起父母，父母没有白养他啊，他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了，世世代代家人都沾他的光啊！
啊，不但家人掌管，与他有缘的都掌管。啊，为什么？与他有缘的众生，在受苦难的时候，他知道啊，他会去帮助他。啊，有时候就不帮助他，不帮助他，他该受。他不受，他消不掉。消不掉，他不能成就。所以，三途消罪业的。啊，那么人天道呢，是消福报的。你做了好事，你一定到那去把福享尽。那干坏事的时候，一定到恶道把罪消掉。自心是清净的，善恶都是染污啊。自心清净心的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天堂，也没有地狱，全是假的，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，在虚空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精行思道即作禅者。这一句很容易懂，前面是在地面上，这在虚空当中。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想在虚空他就在虚空，想在地面就在地面。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讲经读诵啊，接受弥陀的教诲啊，听弥陀讲经，也听大众讲经啊，大众也有互相在一起讲诵的啊。极乐世界的事业如是啊，除这个之外没别的事情啊。啊，其他所有一切心想事成，不操一点心，心想事成。底下说得果自在呀、啊，啊，获得须陀洹果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。你看极乐世界的人，啊，他们真自在啊！请看注解，右面这一行多的经文，说明彼土就是极乐世界人民。居民随所修习，各得其果。须陀洹乃至阿罗汉，乃声闻成圣果之差别。下面有解释啊，须陀洹果。小乘出果啊，翻译的意思，须陀洹的意思是入流，或者讲欲流，也有翻作涅流。涅流是涅生死流啊，入跟欲的意思是差不多，他已经入了圣人之流。啊，他不是凡夫了，
所以又名粗苦，在小乘是粗苦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小乘，为什么用它呢？是比喻到那个地方自己修学境界达到虚陀洹了，我们去是带往生啊，三界九品，九品八十八品见惑没断，这是凡夫。我们今天往生是这种情形，到那个地方八十八品见惑断了，等于虚陀洹啊。那么到等于虚陀洹呢，就升了，不再凡身同居土了，就升到方便有余土了。啊，方便有余土的三倍九品，这下下品。啊，再往上提升。啊，你看它有四果。啊，四果往上去呢，啊，四果就是中辈下品了，啊，下辈三品嘛，中辈三品最底下的一品，啊，阿罗汉是方便有余土，中品啊，中辈下层叫阿罗汉，辟支佛呢是中品众生啊，往上去这是菩萨啊，中品上乘到上辈的三品，这个四品是菩萨啊，就是别教的三贤位菩萨了啊，再向上提升，那就明心见性了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十报庄严土啊，那就阿惟耶支菩萨了。啊，这是说到极乐世界啊，逐步向上提升啊，这个注解注得清楚了。物流呢与欲流啊同为一义，刚才说过了，为从凡夫啊出入圣道之法流，就是圣人之流。逆流呢为入圣位逆生死之普流，与上文字随意意十意相同啊，意思都相同，断三业之见惑，即得此果。在我们这个世界要断这个见惑真难呐！啊，你看八十八品见惑，佛通常把它分成五大类，这讲说方便呢。第一个身见，六道众生都执着身生活，现在佛告诉你，身不是我。你能相信吗？当然相信，相信还是执着生生活，执着照执着，相信照相信，这个相信跟放下两把事情啊。这个心是什么？心里头的疑没有断，疑要真断了，真放下了，真放下就真的这个。
啊，真正晓得这身不是我，啊，知道身不是我啊，好多烦恼都没有了。你想多少烦恼是从身生啊，身要没有了，你比如说疾病吧，身不是我的话，疾病不是我的，那这与我不相干呐。头一个，你永远不会得病。啊，你这就是身，人家要报你，冤亲债主报你，是因为你有身，你爱那个身，我就在这下手。你把身丢掉了，他没着落了，冤亲债主找麻烦，找不到了。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你不执着这个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有什么冤亲债主产生的人，你要好好的听听这个道理啊！真搞懂了，这是永远跟冤亲债主画一条界限，咱不相干了啊，没有我了啊！一切复不了身了，没有身，身不是我，身是假的。啊，身只是我所有，我所有随时可以丢掉，你们找麻烦我就丢掉。啊，一丝毫留恋没有，啊，不痛不痒，他就不找你了，有痛有痒找你，啊，不痛不痒他才不找你了。啊，所以真难。啊，你看见佛头一个身见，第二个边见，啊，边见就是对立，凡夫总喜欢跟人对立，跟人对立，跟事对立，跟一切无对立，这个麻烦来了。啊，再就成见，成见呢，自以为是啊，不如我的意思就生烦恼，如我的意思就产生贪念，啊，都是麻烦啊，所以断烦恼从这儿下手啊，没有成见就随顺众生啊，样样都好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才能做到啊！让自己得大自在啊！啊，真正解脱了。那么第二呢？斯陀含，斯陀含翻译成一来，啊啊，这个底下有解释，一来。又名二果啊，小乘第二果。一来者，你看断欲界九品四合中的前六品啊，九品四合当中的前面六品，还余后三品啊，所以他还要到人间来一次啊，所以叫一来啊，即一度啊往来之意啊。出国去的话，学报之后他升天堂，到了天上去之后他还要来一次，在天上休息啊，寿命到的时候再到人间来一次，这叫一来过啊，在人间就修成了啊，再往上升他就升到色界天去了
第四禅他不来了啊，所以第三果阿那含，阿那含翻作不来啊，心仪叫不还，不还他不回来了。乃断尽欲界思惑残余之后三品啊，似乎最后的这三品断了，不再还欲界之位。而后受生呢，这是色界跟无色界啊，他们到哪去了？到第四禅，到四空天去了。第四禅就是无不还天啊，他们在那里修行，有些呢到四空天去修行去了啊，阿罗汉翻成中国意思叫杀贼，应供不生，有这几个意思啊。所以有些我遇到基督教的朋友，看到阿罗汉叫杀贼，阿罗汉还开杀戒啊，杀僧啊，搞错了。那这是断尽上至非非想处一切思惑之声闻尘的结果啊，这是小乘最高的地位，圆满了啊，四果罗汉了。一断尽一切见思惑叫杀贼，这个贼就是见思烦恼，用烦恼让我们痛苦嘛，就好比贼一样嘛，把见思烦恼断了，比喻作杀贼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记得小乘结果，应受人天供养，所以叫应供。啊，他接受人天供养啊，是人天修福报啊。啊，于一生当中，尽诸果报，入无余涅槃，不再来三界，故曰不生。这个三界就是六道轮回，他超越了啊，超越到哪里去了？到四圣法界去了。四圣法界最下面的声闻就是他们的地方啊，往上去呢，圆觉菩萨佛啊，这就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。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他生净土了，永远离开秽土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上云四种声闻果者啊，这里要交代清楚，戒指断惑而已啊，不是真的，是他们断烦恼的根基。从这上等于小乘这个声闻，他们修行断烦恼的这个等次。实则诸往生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均是亦复成。所谓声闻者，只是显示其断惑程度而作顺俗之谈而已啊，这就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，随顺世间啊，这个说法实际上每一个往生的人，虽然极乐世界有方便土，有同居土，可是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同居土下下行往生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
啊，这个是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之处。啊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真不可思议啊！一往生就是阿惟越知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或者在他方诸佛国土，像我们这种凡夫，啊，妄想分别之者，不但居足，而且严重。啊，要修到阿惟越知。一般的说法要无量劫，要那么长的时间的。啊，你像小乘这个须陀洹，我们这一生证到须陀洹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天上寿命长啊，人间寿命短的。那要多长的时间啊，才脱离六道轮回，还不能脱离十法界。啊，脱离十法界比脱离六道轮回时间还要长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断尘沙烦恼，要断无明烦恼。不容易，所以极乐世界这么容易，大家不相信呢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你都看不到啊。听说极乐世界有这个事情，几个人敢相信？他不敢相信。啊，所以佛在说。敢相信的人啊，是大智慧的人，不是普通的人。啊，弥陀经上说得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都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。啊，这个经上是大智慧，要不然你怎么可以相信？啊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阿惟越知是梵语，啊，也翻作阿毗跋致，那因为是音译的，音都差不多。啊，梵文是一个字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呢是不退转。啊，但是我们不能用不退转来翻。它里头有三个层次。啊，三种不退。叫位不退，地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它里头包含三个意思，所以就用音译了。再加以注解。啊，三种不退也，一生圆满成佛。啊，这三种不退，就是我们中国禅宗上所说的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，就是这境界。啊，所以只要证得三不退，华严、圆教、初住菩萨。就圆证三不退了，啊，他就成佛了，啊，天台大师称他为分证即佛，他没有圆满，为什么没圆满？无明断了，无明习气没断，啊，无明习气断了，他就成为妙觉如来了，那不住十八土了，所以十八土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十八土现在我们搞清楚了，是无明习气干的。无明习气断了，十八土就没有了，常寂光退现前了。所以终极的目标啊，是在常寂光啊，
常寂光不可思议，常寂光遍一切处，你的身遍一切处，你的居住环境遍一切处啊！所以感应什么？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感应从哪来？佛从极乐世界来，不是的，极乐世界就在现前，就在当下，一步也没离开。好，今天我们学到这里。